各位法师，各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着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黎传念，我弟子妙音，自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转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转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转。阿舍黎传念，我弟子妙音，自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转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转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转。阿舍黎传念，我弟子妙音，自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转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转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转。请睇《大经科注》第1058页，倒数第五行，受菩提记第44是品数，44品。请睇念老有个简单的介绍，北京正莲寺长老慈州老法师，无量寿经科判，为本品内容为法师不退得记为劝，其二为能演说本经者，信行不退，即得受记，以此普劝法师以及大众也。慈老之判，契合经旨本品文，初明说法得利，中断明不闻退转，并劝为他演说末段受菩提记，话唔多，讲得好扼要，好简单。慈州老法师，近代佛门一位大德，我哋见唔到。我知道台湾忏怀法师曾经有一段时间追随慈老，佢同呢部经做咗个科判，黄念祖老居士将嗰个科判送俾我，我哋呢部大经科判就系以慈老科判为基础，再将佢细分作为
大经科注，科就是科判，注是注解。从经典的科判，我们就能看出它每一品，我们通常叫每一章、每一篇，意思都相同。有时候合称为篇章，意思都是显示下面那段经文重点之所在。所以科判令我们了解文章的章化结构，从里面可以体会到它的思想体系。自古以来没说不重视的，现代的人亦有，不如古人那么严格。从这些地方亦能体会到古人学习得好认真，没有将经文意思解透，不利于修行，一定要透了才知道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都不忘记警训。在这部经，它经文不算很长，但是亦不会太短，很适中。尤其是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，非常难得。下年居老居士祝福他同呢部经做部注解，莲公大师在世嘅时候曾经讲过呢部经，难得念老冇缺货，通通听过，所以呢部注解就系下年老为我们讲的，再由念公转述给我们听，对静中莫大的功德。现在我们能读到感念这两位大德的慈悲，科判里面讲的这品的内容，法师不退得记为劝，蒙法的法师对象通常是讲经教学的那些同人，佛门里面称之为法师，他们不退得记，记是受记，佛
对修行人的肯定，称之为受记。用这个来劝我们，这个意思能演说本经者信行不退，即得受记。讲经是佛弟子的使命，为人演说，功德好大。大到咩程度？能得大福报，能延长寿命，咁系喺我哋眼前。未来的功德就大了。信行不退，即得受记。讲经的人信行不退转，念佛不退转，就得受记。这种是在一切受记里面最容易获得的。要学其他经论，一定要断烦恼，要改习气，断见思烦恼，佛同你受记，断尘沙烦恼，断无明烦恼，这些是诸佛为弟子受记的条件。所以八万四千法门不容易啊！任何一个法门都要断烦恼证菩提，烦恼断不到，习气太深，起心动念就是习气，分别执着是烦恼，边个能免得到？年纪越大，习气越深，我哋未见过习气烦恼在修行人身上一年比一年轻的，不多见。我只见过一个人，李炳南老居士，这种功夫叫得力。我们这些年轻的晚辈都比不上他。我们习气是一年一年加重，他是一年比一年轻，这一点就值得我们佩服，值得我们学习。从哪里学？放下。这两个字讲好容易，做起来就真难了。
做咗几十年，仲系放唔下，自己谂翻转头，仲值得有啲安慰。虽然冇完全放下，轻咗好多，一年比一年减轻，冇话一年比一年严重。咁就係功夫稍为得力啦。继续顺行不退，喺静中呢个法门里面积德受记。当阿弥陀佛同我哋受记，好似海贤老和尚，佢见到阿弥陀佛啦，求阿弥陀佛带佢往生。佛同佢讲：你修得好好，系修行人嘅好榜样，多住几年，同大家做榜样，特别系同念佛求往生嘅人做个好榜样。换句话讲，佢嘅寿命系佛同佢延长嘅。佛如果唔同佢延长，我谂佢亦就系七老八十，七八十岁，佢活到112岁走嘅。细心观察老人一生，处处都喺度表化俾我哋睇。非常可惜，表化嘅人好辛苦，做榜样俾我哋睇，我哋日日同佢喺一齐睇唔懂。咁系咩呀？我哋自己粗心大意。等佢走咗之后，回头再谂下，感恩啊！注解里面，念老同我哋讲，为有能力演说呢部经，演就是表演，是将我哋所学嘅落实喺日常生活中，就是佛法讲嘅表法表演，同人做好榜样。顺行不退，我哋自己嘅信心一日比一日坚固，我哋求愿往生一日比一日恳切，咁就係信行不退。阿弥陀佛就同你受记，就好似海贤老和尚一样。佛同佢讲，到几时我就嚟接你。我相信佢同海贤老和尚约定，一定系讲几时你见到有人送本书俾你，嗰本书叫《若要佛法兴，唯有僧赞僧》。阿弥陀佛讲，我就嚟接你到极乐世界。所以佢冇念头，日日就注意到，每日都有人向佢请安嚟问候佢，佢就好留意有冇大树。佢亦唔讲，
冇人知道，就是阿弥陀佛同佢约定嘅。一直到112岁，先真嘅有人带住嗰本书，同佛讲嘅冇差别，带住本书送俾佢，佢见到嗰本书，欢喜到唔得了。翻入疗房，着袍搭衣，着得整整齐齐，穿上大礼服，手捧住嗰本书，叫人同佢影相，就系嗰张相，我挂喺嗰边，就嗰张相。3日之后，佢真嘅往生啦。我哋先知道呢个信息，所以佛好清楚讲，喺梦中，喺定中，见到阿弥陀佛，得到阿弥陀佛嘅祝福，认真努力做榜样。俾大家睇，学佛92年，信心一年比一年坚固，愿心从来冇退转过，念念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呢个时代，弘法利生唔容易。点解啊？冇人相信，讲经嘅人太少啦。确确实实只有呢个法门，真信切愿。持名念佛，佢就能往生，而且就呢个功夫就能得弥陀受记。咁弥陀有冇同我哋受记？我哋每将呢部经从头到尾读一次，就是接受阿弥陀佛受记一次，你一日能读3次，佛就同你受3次记；你一日读10次，佛就同你受10次记。咁讲真嘅，唔系假嘅。我哋讲到呢一次嘅时候，亦得佛受记。在这个世讲堂世教室里面，人人都有份。我们疏忽了大意了，要粗心大意，没有感觉到。所以世尊就用这几句话普劝法师同大众，劝法师发心讲经，劝大众日日听经，认真学习，追随法师讲经的进度，学无止境。一日佛同我哋受记，慈老之判契合经旨，慈州老法师这个科判同佛
慈悲劝导，完全相应。慈老的判契合经旨，呢品文经文一开头说明说法得理，中段明不文退转，真的。如果呢部经冇人讲，自己亦唔肯去读，退得好快，咁嘅人我哋见过好多，替佢惋惜。后面劝为他演说，末段受菩提记。这个受记或者我们自己还未明显体会到，明显的体会平时最容易是在梦中，梦中梦到佛，佛对你的修行功夫进步会赞叹，会传递信息俾你，勉励你，祝福你，要用功，要依教修行。请睇下文，底下受持不退，无疑以劝，受持是法师，无疑是得记，得到佛受记了。我们看经文，这里头分三段，头先讲过了。第一段里面又分四小段，宿善得佛教慧，这句话很重要，能信能发愿，真的不退转，日日求进步，这个亦不是凡人。为什么有人做到有人做不到？这里佛就跟我们讲，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，我们现在是正法灭了，障法亦灭了，现在是释迦牟尼佛末法时候，当有众生植诸善本，以曾供养无量诸佛，有比如来加威力故，能得如是广大法门。这个广大法门就是净宗念佛法门。它里面跟我们透露的信息好重要。我们确实生在释迦牟尼佛讲的来世，我们去佛依照中国历史记载三千几年，正法一千年，障法一千年，末法一万年，佛的法运
12000年。12000年之后，世界上无佛法了。末法10000年，我哋第一个1000年过咗啦，而家系第二个1000年。我哋要知道，我哋生喺呢个时代。下面讲，当有众生植诸善本。我哋讲有善根，点解啊？以曾供养无量诸佛，呢度系讲你过去世、生生世世、无量劫到而家，你运唔错，遇到无量诸佛。供养一定包含住有听经闻法，然后你先能修法供养，才供养。宏法利生，自行化他，呢种系佛门主要嘅供养。有咁嘅善根，先有呢种机缘。由比如来加威力故，过去生中，生生世世得人身遇佛法唔容易。所以你先能得如是广大法门。广大法门就是指呢部经呢、这个法门。点解呀？呢、这个法门保证我哋一生成就，除非你唔相信，你将念佛忘记咗。如果有呢种情形，要快啲警觉到。点解？人喺呢个世间，言语常讲。寿命无常，我哋边个能保证明年仲喺度，后年仲喺度？靠唔住。见到呢个世间，小朋友生啦，老人过世啦。我哋见到点呢？多数系麻木不仁。释迦牟尼佛就系见到呢种现象，生死时代呢、这个问题点解决？为咗解决呢个问题，发心。舍弃皇位，出家修行，目的是了生死出三界。他为我们做得好好，将无量法门里面最殊胜的法门、最稳当的法门
必定成就的法门传授给我们，就是净土法门。我们在大藏经里面见到那些佛经译本，无量寿经有十二种译本，为什么会有十二种译本？古来祖师大德就想到，肯定是释迦佛多次宣讲，每次宣讲记录下来的就是一部经，内容大同小异，如果不是怎么会有这么多翻译本？中国以前有十二种译本，但是到现在只剩下五种，七种失传了。好可惜啊！但是现在我们见到夏老师这本汇集本，它是五种原译本的汇集，重新将它编排，我们看到欢喜。这种功德很大，真的将释迦牟尼佛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法门继承下来传给后世，末法时期，记住我们是末法第二个一千年，佛理经常跟我们说，唯有这个法门真正得到，帮助你超越六道轮回，帮助你一生圆满成佛。这句话重要，成佛什么意思？回归本性就成佛了。佛教讲自性，回归自性，中国儒家讲本性，人之初性本善，讲本性，本性自性是一个性，佛法里面亦叫真心，说明它不是妄心。我们现在世间人用心，用妄心，没人用真心。真心是什么？真心没有念头，妄心有念头，起心动念，分别造作，全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这一点一定要知道。所以真心从哪里见？禅定就是修真心。阿罗汉能在日常生活中放下执着，不再执着了，正阿罗汉果。凡夫有，不单止有，非常严重，争名跌利就是为他执着。你如果不执着，哪有名利这种观念？
佢点解唔执着？佢明白咗，佢觉悟啦。名利系假嘅，名利系造业，业有善有恶，善业人天果报，恶业三恶道，地狱恶鬼畜生。畜生道问题亦严重，畜生我们见他寿命短，他死了之后仲做畜生，蚁死了再投胎又是蚁，他迷惑颠倒，以为那个是他自己，不肯放弃。如果遇到他有善根，遇到法师讲经说法，他听懂了，他亦能了生死。亦能生到好地方。好地方，有佛法的地方是好地方。冇佛法嘅地方唔得，我哋睇下面嗰段经文，由于来世乃至正犯灭时，当有众生植诸善本，以曾供养无量诸佛，又比如来加威力故，能得如是广大法门。呢两句话重要，我哋得到佛威力加持，所以先能遇到正宗法门，先能遇到这部汇集本，因为汇集本完成流通是在二战之后，二战之中下莲居老居士用了三年时间做汇集的工作，战争结束之后，那个底本出来了。最初用油印本，我还见过，是有人去台湾带了几本，我们最早在台中见过那个人将那部经送给李老师，李老师欢喜，在台中讲过一次，那时我们还未接受佛法，特别正宗是难信之法，没人能将它讲清楚讲明白，所以那些知识分子蚀底了，造成障碍，亦即是说诸佛如来加威加不上，不相信，
我哋自己包括喺嗰一类里头。跟你老师学教，欢喜，老师劝我念佛，唔会接受。劝我嘅人好多，好几个都系当时嘅大德，都冇办法接受。我接受净宗，系讲华严经。喺呢个之前，我学咗部楞严，真系从头到尾一堂冇缺。以后学华严，我讲华严经。讲到普贤行愿品四十华严，在经最后那段，见到文殊普贤都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成就。当时我哋非常震撼，文殊嘅智慧，普贤菩萨嘅德行，可以话系一切宗派嘅佛弟子，冇话唔尊敬嘅，冇话唔仰慕嘅。文殊普贤点会有咁高嘅地位？原来系到极乐世界留学成就嘅，咁就值得我哋认真思考，接唔接受呢个法门？再谂下十年学经教，唔算短时间，十年。经教有没有把握帮助我们了生死出三界八万四千法门？没有保证，无量法门更渺茫，所以先想下老师，想下身边那些大善知识对我苦口婆心劝我信愿持名，我先相信。将净土五经都讲一次，是在接受这个法门之后，五经里面阿弥陀经讲过十几次，真正放下无量法门，一心专念阿弥陀，几时？85岁，自己一想，时候到了，差不多了，没有把握的不学了，要找个有把握的，有保障的，我就读这部经。这部经的原本是老师传授给我的，他在台中讲过一次，有注解，好简单的注解，微注就写在经书四周空白的地方，
嗰个版本俾咗我，我亦就认真接受啦，依教奉行。当时我依老师嘅微注讲过十次，嗰阵时完成熟啦，遇到黄念祖老居士喺美国遇到嘅，佢一生只去过美国一次，住咗一个月。我啲同学介绍，我哋两个都忙，冇时间见面，就通电话。佢将佢嘅注解啱啱完成，呢个由印本，只带咗一套去美国，送咗俾我。我见到非常欢喜，我就打电话问佢：你有冇版权？佢话你问我做咩呀？我话有版权，我尊重你。如果冇版权，我攞去台湾翻印。佢话冇版权，我第一版就同佢印咗一万本，佢欢喜。先真正接受，善知识出现啦。要出现好似黄念老咁嘅善知识，我就相信净土。遇到李老师，我仲系相信灵言华严、法华嗰啲大经大论，所以回头细心观察，就能体会到三宝喺冥冥中加持，促成完成熟。完成熟就是这后面一句，能得如是广大法门。这段念老注解注得好好，我们将它注解读一次，正翻列士呢句解释经上第一句：一代佛化，一尊佛出现喺世间，一定会经历正法、像法、末法三个时期。只有阿弥陀佛，西方极乐世界，佢嗰度只有正法，冇像法，冇末法。阿弥陀佛成佛以嚟，论劫数计，到而家十劫啦。听唔到有呢个三个时期，释迦牟尼佛讲得好清楚，好明白。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无量寿，我哋呢度寿命有限，加长。法华二数五里面同我哋说明，佛虽然去世啦，法义未改，为正法时，佛陀当年教我哋规矩都仲保持住，仲似模似样，冇改动。
这种叫正法。佛去世久，一千年之后，时间耐了，到讲的是经典，花是讲修行，教化众生，自行化他，磨梯起了变化，就叫象化时。虽然起变化，变化不多大，仲能见到佛当时的迹象，仲能见到啲，呢种叫象化。转浮微末，又过咗一千年，两千年之后叫末法。这部注解里面讲，所谓正者正也，亦就是修行正果的人多，象者似也，末者微也，又清浓，人亡经所散。这部是注解，清浓是法师他注的，有教有行，有得果证，名为正法。有教有行，而无果证，名为象法。象法冇正果噶啦。亦唔系冇正果。我哋喺高僧传里面见到修行正果嘅人唔少。几时象法？下面唯有其教，无行无证，名为末法。末法时期，经典仲喺度。仲有人讲经，但系冇人修行，亦冇人证果，就叫末法。至于正、象、末所经历之年数，诸经之说不一，咁讲我哋必须知道，古德多采正法五百年，象法一千年，末法一万年之说。讲末法为一万年者，如大悲经，经里头有，故知佛化住世常约约是大概仲有九千年，正法灭时讲指象法与末法。当前我哋而家正是末法时期，此时之众生善根信前，不如以前。我哋嚟民国初年、满清末年比唔上，满清中叶以前，
乾隆雍正那个时代，真的佛门里面高僧大德还有不少，他们的著作在大藏经里头，日本的万字俗藏收得很多，所以喜欢经教研究经教找参考书，最好的原备的是万字俗藏。内容非常丰富，对讲经教学有很大的帮助。所以我们看清朝最盛的时候，康熙、雍正、乾隆，往下就衰退了。嘉庆以后，好似乾隆时代嗰啲大德就冇啦。呢度里头亦讲我哋嘅善根福德，我哋冇生喺嗰个时代，冇福，生喺嗰个时代先遇到正法，特别系遇到呢本汇集本。遇到这个法门，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，不厌其烦跟我们讲得这么清楚，这么明白，找不到了。还有没有人能做一部注解超过黄念祖老居士的？我心里想，冇可能。点解？老居士，我称佢老居士，黄老居士，佢亦系密宗常侍，解行相应。佢唔单止对经透彻理解，他念佛有功夫，这部注解完成之后，他念佛往生，跟我说一日念十四万声佛号，真做的。往生的瑞相稀有，真成就了。他学过密，学过禅，最后禅和密都放下了，就信愿持名。往生极乐世界去了。中国三十年是一世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十年一世，上一世的人走了，以后越来越少了。未听过真正修行的人，真正有成就的人，令我们感到好遗憾。这个时代的众生善根不如前一代，但其中必仍有过去生中广修功德、当前供佛念佛之人。在我们念佛同修之中，
在家出家的一定有。为什么？那些人大慈大悲，道家慈航，又来人间帮助苦难众生离苦得乐，他来了。我们汉学院的同学，在一两个月又有一个和谐博士班，它里面人有没有再来人？我相信有。为什么？如果没有，我们的汉学院应该办不成。和谐博士班应该是假的，讲下就，他真做。那就是还有福德，不过有福的人少了，越来越少了。所以我们要记住，佛在这里跟我们说，由于如来加威力故能得，我们遇到了，得到这部经典，得到这个法门，尤其是得到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，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，真的是稀有难逢，真正是大善知识，是我们的老师依旧奉行，好好掌握住，信愿持名，求愿往生，绝对成就。最后那句我读一读，是以众生众相，可有等觉大事，下则六趣凡夫，我等皆在其中。如是众生由于以往多生供养诸佛，念佛修善，故蒙彼如来威神加披，乃于现世能得如是广大法门。这部经就是广大法门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这里。